见到这个人，他看起来唯我独尊的样子，关键的时候还挺绅士。你洗你的，我来试一下新买的马桶提构小花。嗯，挺好用的。哎，别！对了，你洗澡的时候记得把你那鸽蛋给我摘了啊！就你这马虎鬼，小心一会儿弄丢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说这鸽子蛋多少钱？目测至少十克拉，哎，我搜一下。这好像不太对啊！你刚刚说那个劲儿多少克拉来着？目测至少十克拉。十克拉？那得十几万吧？十几万只能买个戒指圈吧？不是，你把我卖了也赔不了那么多钱啊！这怎么办呢？这。